比赛时候的心情？就是很紧张，然后看大家都好厉害。那准备比赛时候的心情？准备比赛之前也花蛮多的，就是每天都一定要花个一两个小时在练习，然后就是很想让自己再更多进步。那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就很喜欢这首歌，其实就是无意间听到，然后就好好听，然后就想把它练起来。啊，最后有什么话想说？大家都好厉害，希望世璇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强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